因为我们都有广播的节目介绍美食嘛。啊？你不知道，我们有这个美食节目，你不知道啊？有有有，我知道，但是就是说等你来介绍这个楼邦咯，就是说看有没有可能联系我，我介绍这个泰国美食，你不开口，我怎么敢？我又没有钱吃。好，我 message 你 after the show 这两天，等一下，那那你是我可以吗？corruption。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不大清楚你们的那个 procedure，这个没邀有了，请你们的。没有了。我们现在目前是说能够帮就帮喽，哪里需要我们帮一些本地的美食，我们都会接。Hello，Facebook 来的朋友，大家好，潘大建家文好，，Tam T Y John 庞，Caroline Lam，OK，Carol 应该是广东人，Lam 嘛，Lam 应该广东人。好的，我们现在会请到的是钟天飞，大家可以听听他唱的歌哈。来，Stand by，还有9秒。刚刚一播出的是梁鸿志，梁鸿志是早期这个台湾的校园风歌曲，那时候非常创作非常多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哈，梁鸿志。那么在本地也受到这个台湾民谣风或者校园风的这个影响，就开始了有了新谣。说起新谣，大家会想到什么？梁文福啦，这个严黎明啊，什么巫启贤呐、啊。这个洪少轩呢？哎，有位歌手可能大家会忘记，今天我们就请了这位歌手进入我们的节目，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钟天飞。Hello，大家好，95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的邱一盛首阳大哥你好。歌，心里的一首歌。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钟天飞 Jeffy 你好，你好，邱盛阳你好，所有的95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天飞 Jeffrey Jung，好久不见。我他好兴奋，他哎今天呦，黄哎，我跟你讲。以前我唱新谣的时候，我有唱一个节目叫《歌韵新生新谣》节目，就是录新歌。那时候你在里面做 DJ，你应该是忘记，就是我在里我面弹弹我的忘新歌，记，然后录制，你记得吗？彭秀梅过后就轮到你录了。是啊，哎，秀梅过后啊，我是在秀梅之后哈、啊，本来秀是梅子慧过姐后是你，本来是对，子慧姐，然后就秀梅哈、啊，秀梅就我，对。那我还邀请了这个潘妮一起来主持节目，所以新谣啊，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份呐、对，那个就是80年代了，啊，等于是很久了。你在958也做了40年三十了。多年没有到40啦，30多年了。OK，钟天飞，你这个天是锦上添花的天还是天上的天？天丁发财的天，今天钟天飞啊，黄袍加身还戴了个黄帽哈、啊，哇，非常的有这个阳光的这个气息。不过呢，最近我知道你最近一次上节目，上我们电台节目是在早班，那时候是访问这个疫情对一些自由艺人的这个影响哈、啊。我想了解一下你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Jeffy。哦，目前活得很好，就是说我现在在一间泰国餐馆，叫 99 Thai Story Kitchen，在 Bishan Street 11 Block 151。那么我在里头是做公关，所谓的公关就是说介绍新的泰国佳肴，然后有时做直播，然后事后帮他们写稿，介绍最新的美食。然后当有 VIP 来的时候，我要招待。也许有一天我会安排邱盛阳大哥还有 DJ from 958来到现场吃我们的泰国菜。老爷来尝试美食，穿街走巷觅佳肴。很好吃。我本来是因为去年的 COVID-19 的时候，在1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没有 show 做，因为我是跑 modeling agency 嘛，Jeffrey Jung 对 Models。那么没有 fashion show 做，我就等于没有 income 了，没有收入，没对，有收入就没有钱吃饭了。OK，那我就等等等，我就以为左等右等，以为2、3个月就 OK。怎么知道这个疫情这么久？后来到了去年的9月，我就去这个99 Thai Story。
kitchen 吃的时候，我是 customer 来的，那个老板认得我们就拍照聊天，我就说我在找工作，他就说好，他 restaurant 刚开了半年，那么需要到公关来帮他们做宣传，因为有些时候餐厅餐馆好吃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公关来知道，对呀、啊，推广，好东西要推广啊，对不对？对，所以说，你的模特 company 还在吗？这个模特的公司还在吗？还在，我的模特 agency Jeffrey Zhu Models 还在，还有 costume render JCM costume render 还在，只是没有那么 active。因为你知道上一次我跟钟天飞做访谈，就是去他的模特公司访问，同时有一年过年的时候，钟天飞就是 Jeffrey 呢，还借了一些服装给我们搞演出的，感谢。对，那是你来我公司访问和我的一个模特一起访问，那个时候哇，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的公司是超赚大钱的，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我跟你讲，这 COVID-19 就是弄到，因为我们 event 方面是很难进行，那我希望赶快结束后我就回到轨道。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谈歌了啊。那钟天飞是新谣歌手，哎，你那个新谣小组叫什么名字都忘了？潮汐小组。啊？潮汐小组。这个潮汐小组在1984年就成立的。哇哦。然后我们一直唱到1991年。就比较没有活跃，因为新谣的那个热气就在80年代嘛，90年代开始就没有那么热了。是，就转向这个商业了，那老乌啦，黎飞辉啊，都已经开始起飞了嘛，有录唱片了，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本来我是小组，潮汐小组，后来我参加豆哥精义85、86年，那么我就被发掘一位唱片制作人叫曾繁华，那么他录取我录唱片。那么总共录了5张专辑，一张个人4张合集。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上电台打歌，有几次都是你访问的，但我知道你一定是忘记的。老人家老了啦。哎，要不然我们现场先听你现场唱一首吧，好不好？好啊，好啊，我就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放弃音乐，我都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写歌，而且大部分我录的歌曲都是我自己的创作。今天我要唱这首歌叫《泪水已干》。那么《泪水已干》是在我前年2019写的一首歌。本来我写完了，我想要自己唱，后来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唱，我就看到这个《黄金年华》的片段，有位歌手叫张庆福 Henry Chong， 他唱得很好听，而且他的声线很适合这首歌，我就联系了他，把这首歌交给他唱，他果然唱得很好。后来我们就在那些现在的歌都是 share 在 social media 的社交媒体，果然反应很好，几千个人都在听这首歌《泪水已干》。今天你要打破几千个人啊？希望50万个人会喜欢这首歌《泪水已干》，由我作词作曲，那么原唱者张庆福，今天由我演绎，那么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泪水已干》。掌声欢迎 Jeffrey John 钟天飞。泪水已干，情感变和，悠悠谁与你相拥，曾留得住，如今失去，爱恨也无缘由。啊哈，往事难留，啊哈，不想回头，情已远，爱如流，情在间所请求，情无缘难承受，有缘期待再回首。泪水已干，情感变和，又有谁与你相拥，曾留得住，如今失去，爱恨也无缘由。啊哈，往事难留，啊哈，不想回头，情已远，
爱如流，请再见说清秋，情无缘难承受，有缘期待再回首。往事难了，不想回头，情已远，爱如流，请再见说清秋，情无缘难承受，有缘期待再回首，有缘期待再回首。谢谢，泪水已干。现场唱的感觉真的不太一样啊、哦。对，好听吗？好听啊。其实我对歌曲啊、哦，就是有点我不太会唱歌了，但是我觉得哎，这整个旋律很顺啊，对不对？泪水已干是讲什么？是讲情歌还是讲这个际遇、啊、？OK， 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在幻想有一年我去杭州，2009年杭州岳王庙、哦，你听过对不对？听过。那么岳王庙的前面就是有啊、这个杭州西湖，对不对？那我就想到。这首歌我的原先就想到那个时候战乱的一个情形之下，一对情侣、嗯、那是因为打仗了过后、嗯、那个男的多年后打完了仗他来找回他的亲爱人、哦、然后呢那个悲剧就在那边想着，那个泪水就流，可是他发现他没有泪水了，已经流干了、嗯、原来这么多年了他还在等他的爱人、嗯、但是他等爱人的同时、嗯、他只能够望着这个感情的湖，就是西湖在那边，就这整个眼泪是没有流、哦、但是是已经流干了。原来你现在讲的我另外一首歌林慧萍的那首忆呀、啊、火车站那个忆、啊、怎么唱那个火车站前面还有一段对白，然后呢有个人就去等他的爱人阿水没有来，结果他一直几十年的等到最后他自己也牺牲了，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东西。所以爱情这个、哦、你也很多编剧哦，其实你应该去拍个音乐剧 MTV 这样嘛。如果有机会的话 why not， 我愿意当编剧啊。你有很多 YouTube 有很多你的 MTV 是吗？有都有拍我的有关于演唱的 MTV， 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唱也拍搞笑的啦，或者演唱的都有。对，酷说的，因为你知道有些我这个人有点神经质的哈，就有点13点的。那有些时候我拍，对，我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我觉得太平凡的日子已经是不能够满足我的生活方面要的一些辛辣的东西，有时候吃方面我也要特别，生活方面我要特别，所以我在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讲话方面或者是我的行为啊、嗯、我的行动啊，我的服装啊，或者是我拍的片段啊，都是有点13点这样的、嗯、因为我觉得如果朋友们看到能够轻松一下，他们开心，他们放松，我也开心。那我做人本来就是很有正能量的，就是说很乐观的。是，所以这个也不叫13点啊，这个乐观，比较阳光的，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烦恼。你看你遇到的这么大的这个打击，这个整个 motor company 不能够操作，哎，你转到餐饮业去做公关，老实讲。这个两个轨道不太一样的，但是你都能够撑过来还真的不容易。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那休息一下，我们的会听一个这个福建歌曲，因为我们有这个福建的防疫的这个贴士了啊。然后呢在 Facebook Live 我们继续，我们会请我们播中天飞的另外一个 MTV 啊，叫做什么沉默啊。沉默，对。沉默啊，看看我们在 Facebook Live 可以看看这个 MTV， 因为这个是没有版权的，因为他自己创作的，所以我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播这个 MTV 给大家看看。好，心里的一首歌，福建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958城市频道会继续的给大家直播。人与人保持社交。
持安全距离。958路况消息，现在报告这个路况，那么在这个 Orchard Turn 呢，朝向这个 Orchard Boulevard 过了这个 Orchard Lane 之后呢，有这个交通阻塞的这个现象。再说一次了，乌节湾朝向乌节林荫道，在这个乌节连路之后呢，有这个交通拥挤的这个现象，敬请留意啦。 Capital 95来，我播你的 MTV 啊，谢谢。你讲一下这个创作背景好吗？这个沉默的创作背景。沉默是我，其实我在1985年参加豆哥精义被发掘过后录的第一张专辑的歌曲，那是新的起步新谣专辑里头的一首歌，制作人是曾凡华，然后这首歌由我作词作曲，他把整首歌编得非常精彩。然后呢，当时的编曲人就是陈志群，常常为很多港台明星编的一首编曲王来的。那么这首歌把它编起来，果然是很受欢迎。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直为这首歌而打歌，打了两年。那么在此呢，我要感谢当时发掘我的曾凡华，他就是 Buddy World 的老板。那么他发掘了我，他给我了机会唱这个新谣，然后发掘了我进入歌坛，因为我从小就是梦想希望能够进入歌坛。那沉默主要是也是情歌，那么送给大家爱沉默的你，希望你们听了这首歌不再沉默，敢于表达。好，我们来听听看沉默啊。告诉我你心里在想什么，为何你却保持沉默，你始终不肯告诉我，我也懂得，但是这表示什么？你的心就像一股流水，无拘又无束地漂流。你是否懂得真情的可贵，请你好好珍惜。告诉我你心里还想什么，为何让我保持沉默，你始终不肯告诉我，我也懂得这表示什么。你的心就像一股流水，无拘又无束地漂流。你是否懂得真情的可贵，请你好好珍惜。告诉我你心里还想什么，为何让我保持沉默，你始终不肯告诉我，我也懂得这表示什么。告诉我你心里还想什么，你心里还想什么，却保持沉默。你始终不肯告诉我，这表示什么。哇，这是钟天飞的沉默哈，有些什么感觉吗？现在回听你自己所演唱的歌曲 ，Jeffy， 我发现我以前的声音跟现在不一样哎，以前我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啦，样子也不一样，真的，你现在这样子太夸张了，没有啊、很多感触，因为刚才因为这个影片。做了很久，是我的一位模特帮我剪接的，他叫 Kitty Lou。那么
我在看这些回想过去演唱《信邀》的片段呢，那个时候真的很不懂什么叫舞台，但是很喜欢表演。那么我很 enjoy 那段岁月，所以没有白费我一路来进入歌坛的那些点点滴滴，因为我都是非常参与创作，还有演唱，我都没有拒绝通告的。那个时候，什么人找我唱，什么人找我表演或者写歌，我都连港台歌星、明星叫我写歌，我都有写。他有们吗？过吗？有啊，林淑娟、武林轩、马来西亚的唐尼，还有这等一下在958讲，等一下在958讲。个，现在剩下10多秒，我要回到958的这个现场。Facebook Live 的朋友，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吗？啊，这个 James Lim 说加油，钟天飞，还有好多人跟你打气哦。Hello，八谢五年谢。我一生，这首歌他蛮喜欢的啊。哎，我回来958。刚才为您播出的福建歌曲呢，就是袁小迪呀、啊，袁小迪所演唱的叫《纸云烟》，福建话我真的不会念，所以还是不要献丑。《纸云烟》，哎，这个刚才是为您播出的一首非常好听的福建歌曲，我们的听众朋友158摇的很好听哦，《纸云烟》，谢谢你喜欢。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城市频道，傍晚6:36了。心里的一首歌，心里的一首歌。今天心里的一首歌，请到了老朋友了啊！他说以前在80年代都跟我上过我的节目，录过这个《歌运新生》，但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钟 天飞 Jeffrey Chang，哎，Jeffrey Chang，你是客家人哈、啊？客家人对，跟你一样，对不对？我是广东人，那不过啊，说广呢，这东个人张啊，如果是福建的，就是丢咯，对不对？啊这个潮州的是丢了，广东的是张，要不然客家的是张了啊。OK，对，对你，哎，这个方言不同，对你创作的时候、写歌的时候有些什么不一样？你是用广东话或者客家话去思维，还是用华语去思维，还是用英文去思维呢？这个很重要，这个。OK，我是用各方面的思维，因为我听歌的音域很广，我连听 Spanish 的歌、印度歌、什么歌我都听，所以我在作曲方面的因素方面哦，当然因为主流我还是写的比较多华文歌曲，所以呢，早期我参加很多创作歌曲比赛，8次得奖。那么写的歌，比如说叫人家不要抽烟的也有啦，环保的歌也有啦，然后讲学校的啦，我们的天堂这些等等都有的。你还记得这些为了这个公益事业创作的歌曲吗？你还记得吗，Jeffy？有一首歌公益的，我写的是 "Learn to say no"，来唱就一是下。说叫人家学习 say no to 抽烟，因为很多人不敢 say no 就被影响，然后拿烟来抽，就开始了他抽烟的恶习。所以那个时候我参加这个创作比赛的时候也得到，而且那个时候才20多岁。这首歌很简单的，"Learn to say no"。Learn to regret whatever you do. Learn to say no，就是 learn to say no。学会它是说不啊，厉害厉害，对，因为很多小孩子或者年轻人他们不会说 no，所以当时我写这首歌就是鼓励人家 say no，在于抽烟，因为人家给你一支你就继续抽了，对不对？所以那些 no 就是这这是样。公益事业啦。那么在商业方面，你跟港台歌星写过歌吗？Jeffy。有啊，比较轰动的是林淑娟。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那张专辑风格唱片公司已经关了啦。那个时候帮他发的时候，卖得很好。这首歌作词人是林雪乐，由我作曲。那么这首歌，好到台湾、香港也有一直在播，新加坡也有播。然后我去香港的罗源街 shopping，我听到那个卖以前就是卖 CD cassette 的都有播。哦，那你不是很多钱吗？版权收很多钱嘛。很可惜，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参加版权协会，因为80年代我们不流行版权协会了。很多时候，我们连刚才我唱的歌，比如说《沉默》这些都没有版权的，所以谁都可以唱。这不是很 lucky？还好啦，我的歌也没有红到可以赚到一很大吃番亏。的，那你对说不对？林淑娟唱得很红，那你就有钱了嘛，对不对？对呀，因为我不懂啊，没有人教育我怎么哎参加这个呦，版权。哦，是这样的哈，一个对，时，他的歌，
他当时把我的歌唱到好听，这样爱我还不够，给我多一点温柔，多一点感受。这样爱我还不够，这样爱我还不够，这是很商业的一首歌。是，那你说商业好还是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的歌好呢？商业当然好听嘛，你好听才能如够。果一首歌好听，我认为好听就是好听，不管是新谣、民谣还是什么谣歌都好，OK 嘛呀，只要是好听就可以，商业不商业不是那么重要，因是。为我们听歌的那个范围一定要宽，不要说范围就说流行就不好，或者新谣就不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一首歌它都不同的领域是不一样的。我没有说私聊不好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学习去接纳，因为每一个它的领域的歌曲啊，都有不同的风格，它的有它的好听的部分。好像你刚才说，福建歌，我只会唱《我们听，我们听》。甘美人卖小弟，哥在爱你，接受的我家己，我们听，我们听。来，最后一首吧，我们还剩下大概是5分钟的时间。其实你觉得最影响你的一首歌是什么歌呢？不一定要你自己的创作，你可以唱一首吗？OK，让我这个感觉是很感动的一首歌是，也是新谣的，你猜猜看啊？当爱情已经失去，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恋爱，周末的下午在霓虹的窗前发呆，是什么时候哦？你在我面前的啤酒已开，是什么时候哦？我还会笑得这样开怀，是什么时候？你走进我的生命，在指尖的湖边的人鱼拉开。我们都已经不是初恋的情怀，就这首歌，我很喜欢。哇，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歌名，但对是我呀，觉得有好五几听年的。啊。吴启贤，我们给听众猜好不好？啊，我不知道，听众有答案吗？猜得出刚才钟天飞唱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吗？我们看看啊。好，能够再唱一首比较通俗的歌曲吗？用吉他伴奏的，来，最后一首歌，用吉他，通俗是流行还是我的歌？流行的啦，来啦，那肯定没人呀，点播啊。阳光照耀我眼睛，你却照耀我心灵。爱情的故事太多，只有我的最真。我最近不是沈燕不是刚过世吗？我最喜欢她的一首歌，啦啦啦啦啦啦呀，还有天上星星数不尽，个个都是我的梦。纵然有几片云飘过，遮不住闪亮亮的情。心串串，心砰砰，脸儿红，都是为了你。把你的心和我连成一串，一生一世不分离。啦啦啦啦啦！哇，你听钟天飞这样清唱哦，真的是他是一位真的是实力派的歌手，所以说，一歌手的这个底呀，这个底蕴啊，到底是有没有啊？一听你唱清唱就知道了。还有一些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吗？以后有些什么计划？那么疫情过后，我希望它赶快过去，有些什么计划吗？你的模特卡玛尼亚还会继续开，还会继续创作吗？钟天飞。在疫情过后，我分析我自己，我当然会回到我的岗位，就是回到我的模特公司，因为毕竟1991年创业到现在30年了，花了很多心血。我会继续的做我的专业的，就是 model agency 拍 fashion show 啦、styling 啦，或者做选美的工作，我都一直在做。
那么当我一站在舞台上跟这些 model 或者选美一起工作的时候 produce 一场 fashion show 我就很开心，那我还是会继续做直播公关，因为呢我目前在这个 99 Thai Story Kitchen 的老板对我非常好，每天喂我吃的饱饱，然后呢我在里面工作非常的开心，所以呢我相信我两方面都会再走了，完全不会说放弃任何的一个机会。多才多艺的钟天飞，而且非常乐观的钟天飞，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也是我们应该对于生活上的这个挑战来讲是一个学习的榜样。在这里真非常谢谢钟天飞上我们的节目，也在这里祝福您事事顺利啊，继续为我们的这个歌坛创作更多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我要唱最后一首歌是吗？我只想对你好。时间 OK 了，唱短短的一段了。我的新歌刚刚写的，两个月前。我用我的心情和你说说话，你听得懂吗？你了解吗？我用我的故事温暖你心房，你感觉到吗？你明白了吗？有些事我不想多讲，有些话我不想多谈，有些爱我放在心上，有些情只让你知道。别问我的心多深，别问我的爱多浓，我不想让你承担。别问我对你多真，别问我的心多强，我知道我只想对你好，我只想对你好。这首我的新歌，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钟天飞，祝福你，我们下次有时间再请你上节目，谢谢，拜拜拜拜。老子说，心里的一首歌，心里的一首歌。